气，看不过气。第一点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表达我们的心声。第二点呢，既然政府算出来的精算，认为我们认为决定不能啊来收水，为什么呢？甚至有很多的自卫工会的劳工都是自己缴的保费，不是老板帮他缴的保费，欠长那多。叫来钱啊，希望讲后半生啊，政府啊，会用来讲这个劳保年金嘛，来给咱确保。结果呢，即马就开始咧硬冲啊，讲出会缴税，你保费要加缴一挂，来讲无呢，钱要减领一挂，这事实上非常无负责任的政府。我希望马英九总统啊，一直听入。实际上，伊也做过市长啊，甚至啊来讲，嘛捌甲劳工朋友啊面对面的来讲了解这个问题啊，应该伊正清楚啊，唔通阁避掉的，拢无要讲话啊。第三点呢，希望政府立法，政府立法来保障咱应该有的这个权利，并且甲咱救水，也是无立法来通过啊，规工啊拢无人要负责任啊。规个社会拢乱去啊！实际上啊，是政府啊，政府爱来负责。我们不排除啊，我们会整合全国的劳工，为我们的权利，为我们的福利来抗争到底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请求总统的最主要的目的。谢谢。